新竹市土地面积虽然仅有104平方公里，地形地貌却非常丰富，有山有水，靠山也靠海。滨海区域的海岸线更长达17公里，是发展休闲观光有利的条件。竹堑社区大学为了活化滨海聚落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，串联微笑水岸的五个社区，一起打造清水城市，媒合本校数位优良师资，进入社区培力在地人才，将在地特色农产结合渔村聚落游程，以一日生态圈为旅行的概念，规划了说走就走，爱恋竹峰微塘青旅的计划。从2022年7月9日到7月31日，以四周的时间举办了10个场次的系列活动，探索农村特色，找出农村好物商品，吸引农村青年回乡及大朋友小朋友共同参与，一起认识社区。本校联合微笑水岸的五个社区，港北、港南、海滨、旧港、南寮社区及新竹市风动竹堑文化协会等单位，协力合作执行这次的系列活动，以社区特色为主题设计的特色小市集以及社区导览活动，提供市民朋友一起参与。如港北社区的密炭皮糖香草新漫步，旧港社区的旧港古宅聚落巡游，海滨社区的蟹子埔阿毛的故乡，港南社区的湖畔田野寻鸟踪，南寮社区的
小倩山海漫游一玩趣等五个活动据点。开展农村与海港之间的对话，设计具有商品化游程及深度体验的活动，打造具有在地特色产业的亮点区域。本次活动之所以能顺利完成，主要归功于社区民众与本校密切的配合，加上学校老师们鼎力相助，全体伙伴用心投入，竹堑社区大学期盼以本次说走就走爱恋竹峰为堂青旅的计划，为新竹市在地社区活化开启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模式。